菲菲回来啦！你想我没有今天啊？呀，这么多！客户满意，给了小费。哎呀，我抱抱。小费有这么多？今天有人来吗？上午来了个问路的小姑娘，再就没人来了，棺材铺都没这冷清。没事，正好明天关门，咱们去商场买打字机。哎，你真会做生意啊，赚了钱就花。哎，什么时候放的花呀？不能再打个折扣了吗？抱歉，小姐，现在这款我们是最低价了，洋货本来就很贵的，要不你再看看别的吧。我就想要这个。那就这个。给。好的。好贵啊。你看什么呢？没事。两位小姐，东西很重的，要不你们把地址写一下，我们派人帮你们送过去。好，谢谢小姐。走吧。哎呀，你怎么吃鞋啊？嗯，你还生气是不是？啊，好吧。宝宝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哎呀，小帽子歪了，给我抱吧，你帮我们拍照。好，拜拜。嗯，嗯呀，你看小兔子，看宝宝，看看，看看小兔子，小兔子，来拍照照。不好，这东西哪来的？啊，前两天王社长拿了好多东西过来，应该是他拿的，给我们小宝宝的呀。来，拿着拍照照。干嘛呢？拍照啊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。许小姐，需要送你一程吗？将军长公务繁忙，专程送我一趟，真是辛苦了呢。不辛苦，送许小姐或许也是我的公务。啊，和你同居的那个严威，最近在忙什么？你问的真是毫不婉转啊，江探长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严威怎么得罪你了？他没有得罪我呀，就算是他得罪了我，我也没必要天天把他挂在嘴边。但他是个危险的人物。他除了常常打碎东西，我没觉得他哪里危险。许小姐，别说的这么笃定，你真的了解他吗？他的本名是什么？认识什么人？有过什么经历？为什么来上海？来之前在哪里生活？又以何为生？这些你都清楚吗？你在他的面前就是一张白纸，而他经历了所有你为人知或者不为人知的生活。而你呢？有些人你看似很了解他，其实还差着远呢。
小老虎把小鸭子送回了森林里，鸭妈妈特别开心，你也开心极了是不是？嗯。又在讲什么奇奇怪怪的暗黑故事啊？没有，今天讲的故事很普通。好吧，今天工作顺利吗？我给你介绍的客人是不是很大方？他给了我小费。是吗？我看看挣了多少钱。晚上你做饭吗？可以啊，怎么了？犯懒了？想吃什么？我不在家吃了，有点事要出去。晚上出去？什么事儿啊？约了人拍照。嗯。微微，当思念蔓延的季，不住奔向你。有些人你看似很了解他，其实还差得远呢。那些年你在哪里？我的痛没人听，在深夜里埋进梦里，祈祷醒来。你已经和你的过去告别了，我也应该去和我的过去做一下告别。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的身份和来历吗？等我回来，一定告诉你。犯人严威，故意杀人罪名成立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鉴于犯人是主动自首，且认罪状况良好，现判决如下。犯人严威判处监禁15年。